温泉水龙头一开，温泉水倾泻而出。不过仔细一看，怎么流出黑色的水？看起来就像烧仙草。怪怪的，我不敢泡啊。OK 啊，还 OK 啊， yeah. 因为这里面的环境弄得很干净。没有关系啊。啊，今天来的话关起来会觉得可惜。当然啦，啊，来就没有泡到啊。都会固定报道泡汤的婆婆妈妈对于温泉水变黑反应两极，但受影响的女汤目前已经关闭。表示我来洗哦，拢无多洗啦，来做生意拢讲生意有较歹啊。温泉染黑，同源头的温泉业者苦哈哈，原来是温泉源头工程施工挖到地底硫磺氢，碰上温泉内的铁产生化学反应才会染黑温泉。这个是一个天然的状况，好，那我们去。虽然官方强调水质可以泡，但黑色的温泉水，民众心里难免觉得怪怪的。GTV 新闻综合报道。